美国空军两架 B-52 轰炸机目前飞越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训练，北京表示强烈不满。美国社交网络巨头脸书曾任与华为、联想等四家中国公司合作信息共享，公众担忧网民隐私的安全。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你好，许波。中国军方近日呢一再指责北京在南中国海搞军事化，随后呢出动 B-52 轰炸机飞越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那么中国官方有什么反应呢？叶冰。五角大楼发言人称呢 B-52 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是例行训练。那么此前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其他几名美国军方高官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持续进行军事化行动。那么今天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中称美方的行为是碰瓷，还用了寻衅滋事这个词。而在中国呢，这个当局打压维权律师和维权活动时呢，把这个维权人士、律师呢常常这个冠以寻衅滋事这个罪名啊。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华春莹的评论。我想给美方几个忠告：第一，停止炒作所谓中国南海军事化问题，不要再睁眼说瞎话了；第二，停止在南海地区寻衅滋事，因为横行是有风险的，碰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第三，中方呢不会被任何所谓的军舰、军机吓到，只会更加坚定地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来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近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修建机场、部署导弹等军事设施。不过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说呢，5月20号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撤除了地对空导弹系统。那么美中之间除了贸易问题摩擦不断，军事方面呢最近也是动作频频。5月末，美国取消了对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国际军演的邀请。美方认为呢，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加剧区域的紧张局势，不符合环太军演的目的。那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日前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有分析认为，川普提出的印太战略旨在平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另外呢，中国空军有飞机呢近期频频绕台湾飞行。有报道说美国考虑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许波。